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Gameplay HK 阿俊，继续 Heaven Dust。嗱，上集我哋就已经嚟到地图嘅终点站噶啦，咁跟住落嚟咧就有一条好长嘅通道，地下走廊，跟住先至去到地下焚化场嘅。咁我谂应该咧落到去，咦？咪住先，揿掣先，就会开咗呢只门。战斗完之后就会。开埋个掣，咦？咪住，我上翻去先。我见到好似有啲嘢攞嘅，呢度混合药粉我冇位摆咯，咁算啦。咁应该入去里面开埋掣，我哋就可以离开呢度噶啦。有两分钟时间，唔好阻住。唔好阻住啦，大佬啊！咦 ？Steve 嘅 ID 卡点解会跌喺呢度嘅？咁同埋呢度有个机关，咁即系话我点都要捞 Steve 翻去攞翻个转盘先噶啦，系咪？唔好住，照入去先。要攞电，同埋终于有 boss 啦！我唔同你打住，俾我望一望呢啲嘢系做乜嘅先，应该系要过嚟扭嘅。我系 low safe。嗱，咁好啦，摆低一个混合药粉，攞呢个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其实应该够时间嘅，用咗呢个先。之后咧就攞电芯，咁我身上面就可以有两排嘅止痛药。分零钟应该够晒时间噶啦。喂，大佬，你哋唔好阻住啦。哇，正！咦？但系，喂，冇位攞喎！哎，唔好理啦，入咗去先。我谂呢度应该系，我知系要点啦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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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焚烧坑内灌满汽油，哦，我知要点啦！过嚟先，过嚟先，过嚟先。但我点样先可以？点样先可以令到佢停喺呢度呢？哇！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过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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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嚟！喂，咦？原来系要咁样。诶，咁我有汽油有咩用啊？我冇火机啊！可唔可以就咁射佢啊？啲子弹够用啦！诶，佢去咗画面外面，上弹先。走啦！嚟啊！追我一笨，
你行得咁慢。想打先，行翻近啲。再走，喂，你放过我啦，唔该你。上打先，再肥佢，搞掂。主控室，嗱好啦，我谂九成禁完制咧，我哋就要走佬噶啦。咁照计应该有两个地方可以行嘅，一个就系翻去大厅前院，另一个就系去 Thomas 嘅密道。咁我哋试下咧，翻去大厅前院先，启动。自毁程序启动，大门解锁程序启动，请所有人员三分钟之内从大门撤离。喂，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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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咦，执埋佢，唔知有咩用嘅。咦，搞错啊？点解会锁住咧？头先我明明打开咗噶。喂，唔好慢慢嚟啦，快啲，大佬，你揿完掣应该行啦，系咪啊？啊呢边，哇又有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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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差啲撞埋佢。等等先，啱唔啱咧呢度？咦，唔啱喎，我应该要行。食药，兜过嚟。出去啊，走啊！点会咁多人挡住我噶？游戏时间两个钟，其实又唔算话玩咗好耐，个流程系短噶。三分钟之后，爆炸声震耳欲聋，病毒同埋羊管消逝喺一片火海之中。我拖住疲惫嘅脚步走入层层包围之中，星尘制药嘅回收部队将羊管嘅残骸围咗个水泄不通。第二宿主已经顺利回收，指挥官攞住对抗机，眼睛死死咁盯住我。我无奈咁望向天空，呢个系最深邃嘅梦魇。但系恍惚之中，我见到白色嘅影子划破黑暗，飞向远方。我知道嗰个系黑夜里面最后一丝希望。咁辛苦走出嚟，其实俾人捉咧就已经知噶啦，因为咧喺第二队一开始就讲咗，我哋系咁样俾人捉到去研究所嗰边噶嘛。嗱，咁而家我哋捞翻个 safe， 睇下如果去另一条通道嗰边，究竟系咪可以安全走到？嗱，好啦，首先食咗呢个。再开个箱，攞埋打火机，子弹肯定系好充足嘅，所以我系冇问题。穿过班丧尸先，KO 攞埋个碌走人，走啊！跟住我哋要打到佢嬲，嚟呢边，嚟呢边，
呢边呢边呢边，呢边呢边呢边，点火，上弹先。烟雾，我要攞翻呢个喎。过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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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嚟过嚟过嚟。哇，又嬲啦喂，咁快嘅，嗨咗两下啫喎。呢度呢度呢度，呢边呢边，咁滞。点火，诶，上弹，诶，搞掂，执埋啲箭啦，哇，好多弹药剩。嗱，咁我哋咧要 plan 一 plan， 究竟点样过去 Thomas 嗰边啦？我哋直出，穿过蒸汽室之后，会出到大厅嘅，喺大厅直行去东面嘅花园。启动，好啦，自毁程序已经打开，我哋要即刻撤离啦。攞埋 Steve 张卡，唔知有咩用。跟住揿掣，其实我想开一。开地图望下先，如果我哋上嚟呢边经会议室，咦，其实可以出翻大厅噶、哦。不过唔紧要，我哋应该行呢边都可以够时间嘅，因为都系几只怪要打啫嘛。一隻，第二隻，行得，第三隻，哎呀，第四隻，嚟呢边，唔好理佢哋啦。又挡路，好睇地图先。而家我哋喺呢边，要行去下面。哇！食药。啊！又俾佢嗨到啊！哇！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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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过嚟先，过嚟先，过嚟先！杀埋呢只就得啦。三分钟之后，爆炸声震耳欲聋，所有嘅一切都喺度逐渐崩塌。原本密封嘅铁门竟然裂开咗一丝缝隙，冇发现第二宿主。指挥官攞住对讲机，面前系一片狼藉嘅废墟。废墟之下，我喺密道中艰难前行，前方依然系深不见底嘅黑暗，但系至少我仲生存紧。呢个结局我哋冇俾人捉啊！不过好明显，我哋经密道走咧，就唔系一个官方结局嚟嘅。因为官方结局应该是被人捉到先啱噶嘛，嗱，咁我哋试多一次，睇下究竟如果禁完掣之后唔走，喺倒数完三分钟之后，究竟会发生咩事啦？嗱，好啦，嚟到主控室，继续
开启自毁装置。咁究竟倒数三分钟之后呢度会发生咩事呢？我哋等一等啦。倒数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嘣！三分钟之后，爆炸声震耳欲聋。病毒和羊管消逝在一片火海之中，星尘制药的回收部队将羊管的残骸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没发现第二宿主。重复，没发现第二宿主。指挥官拿着对讲机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废墟，黑夜里面白色的影子飞向远方，远远最后一丝光亮，但是这个光亮终会反华，驱散整个黑暗，黎明已经在眼前了。好了，三个结局都终于玩完，不过应该是会有第四个结局的，就是自爆完之后呢，只白感冒带啲血液样本飞走，不过因为我中途已经寄咗血液样本嘅关系咧，咁所以就睇唔到个结局。咁同埋咧，我觉得就几孤寒嘅，净系就咁白底黑字话俾大家知发生咗咩事就算。咁如果好似第二代咁，加翻啲插图，俾人个感觉就会好啲。嗱，好啦，我哋最后睇埋究竟再开始游戏究竟会有啲咩奖励啦。好，行得望望我道具箱先，有一把黄金之鹰。一把 BB 弹枪和忍者服，来自制作组的通关贺礼，弹药无限的梦幻武器。这个呢 BB 弹枪，所有男仔的梦幻玩具，造型酷炫是吧？攻击力就低了一点，那我们要知道攻击力低的手枪有什么用呢？最后藏匿于黑暗的服装装备之后，敌人就会更难发现，就会变成咁样。B B 弹枪系点噶？哇，好直喎支枪。咁用呢支咧？咦？哦，要放低先可以装备嘅。哇，连射速度都几慢下。嗱，好啦，咁我哋呢一隻 Heaven Dust 就玩到嚟呢度啦。咁其实呢，佢仲有其他爆机后嘅挑战嘅。大家有兴趣嘅就试下自己挑战啦，因为有啲都几严苛下。譬如係我记得最难嗰个就係呢，杀少过三隻丧尸嘅情况之下逃离呢一度。咁我諗就一定要配合呢个忍者服㗎啦。或者 BB 弹枪会有用都唔定嘅。咁好啦，呢个系列我哋就玩到嚟呢度先。下个系列再见啦，鍾意嘅朋友记住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一齐睇啦。多谢各位收睇 ,thank you, 拜拜。